几分钟？五八加分。OK， 你把它搞定，很早会办。秘书，你真正叫我阿姐，阿姐一人分啊，总方便。你个人就吃要几两碗？真的。你用加两担粉类，有哪袂歹？哎呀，加豆粉。来两包，最后两个人吃，行吧？好吃哦。哇，这真个袂歹，你甲加热就会使。加热就可以啊。加热就会使，伊这是湿的。哎呀。来，这样子放。来，你来呗。好啊。好啊，开始。要我。哦，兄弟，来。好啊。可以啊。加。好啊。拍摄，拍摄，拍摄，无啊，无啊，无。限量的姜母鸭。你可以吹啊。什么人不卖掉？加啦。什么人不卖掉？来。还有虾虎啦，吼。哎，真正吹的。来。真正吹的。来，阿个姐上位。阿姐到位。对调的，搞对调的。我会去过，有机构。你今天都没来，不用接来会。来，春节呢？他给啦，你是愈来愈管。愈来愈管。真正无啊，春节人过呢。Hello， 人拢买冰箱的，你拢无泡杯哦。来，你阿个，来，两百块春节呢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你春节啊，情况多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安尼点两碗。来，鸡肉火腿丝来，啊，不然我阿唔煮，吼。火腿阿妈好啊，来，啊，鸡肉火腿丝搞出来，我卖完，不然嘛啊。这是鸡肉火腿丝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加啊，这是黑桥牌的，有牌子的哦，而且是大牌子。怎么煮？这个不用煮了，你要炒饭加一点点，炒菜加一点点，炒面加一点点，做早餐告吐司也可以加一点点。哦，我的好朋友哦，伊等于是不是一包做位煮呢？嘛不是，安尼头一点一段在煮呢，伊是等于甲分落开。啊，平均用那个夹链袋一包一包装起来。哦，啊，你要吃的话就拿一包出来炒一炒就好了。来，鱼啊，我得一条鱼啊，我今麦是咧卖这，唔是咧卖钱嘛？来，鸡肉火腿出来。你啊，讲阮张哥，阮张哥就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啊，张哥啊，讲你，你就不讲我，你伊行个唔是我行。新牌子啊。啊、你是房价要创啥啦？啊，你是要卖这？我要做底线的，我。我感觉人意气作水吗？这也无默契有咩？还两个做几单啊？做多少啊？十单。什么十单呀？二十单啊？有咩二十单啊？鸡啊？你算啊，面都咩传播啊？鸡啊？哪个发鸡？加两啊！哎，他那讲几包？不是十包，就两三十五、六七八，够包呢，真正好吃，没三百，没二百，两百块。鸡肉啊！火腿丝不是猪肉的，是鸡肉的，很好吃。几两几包？百五两，他今日来卖卖两百啦。来，一公斤的，一公斤的。九包而已，九包而已。欸、我讲真嘞，我最想要卖两百块啦。卖两包。哦，多谢谢。这两包的啦。啊，全部拢是包的啦。来，这两包的七百。两包七百刀块。七百。来，啊，百五，一包一包百五两，你找你哦，找他找人。五十的，250，不，200找五十。来，两百的找我。服务员，你好。炒饭、炒面、炒蛋。谢谢。500的。500的找350，下手很恐怖。来，大哥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还在装修，对不对？等等啊。来，两张1000的，来1000的，来这边。找料啊！1000的找料。来100的还没。哎，还有一个220啊。730哦。来，不好意思。我帮哦，佮阿弟佮帮哦，安尼伊个哦，阿弟会收单，所以你帮到。都找完了吗？
有了吗？来拿给人家了。对啊，还有一张。来，结婚嘞。没找对。对呀。哥哥等你啊，哥等你啊。大出货，下岗而且痛苦。这个你能把它修修了，我来。今天来这边买，看看有多恐怖，来看有多恐怖。来，八百五。八百五。来，接下来。结婚嘞。我拢八条，八五八五，剩三条了，剩三条了，鸡肉火腿是150，剩两条了，这边上多嘞，来上车来，我就差同样的啦，这是猪吧，这是鸡吧，再买一条给我，来剩一条了，来行情来啊，来蛤蟆上好恁来，来蛤蟆来，谢谢蛤蟆来，来乖恁两包。来，蛤蟆来。哎，对。好啦，较细声的你。蛤蟆，你无关着呐？啊，我搁提两条肉，即个。两条肉啊，一个人要煮了，别当小姐。来，狮子头来。来，狮子头最后一个包，一斤包两，来一包肉。红烧狮子头没有了，100块，最后一包。是哦。一包有人买，我才会赔钱嘛哦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这样是一份。Hello, Luis Angel 咯。两包是一份嘛？哦。名牌有代币哦。一盘几个名牌？来四个上。四个上。四个行。是哦，他常来。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因为他没跟我打过招呼，我不知道。来，阿哥几位？你到位。来，坐来，坐来。好啦，你坐遐坐。好。你的物件有两项留我遮哦，哈。阿春咧，拢去家己计赢啦。OK。可以有人点。可以啊，好。好了，我一个人。七个人可以啊，蛋白，所以我已经两千了，耶。规盘拢来哦，要一四六六起哦，就是等于。有六家以上的行情，卖买一千，来500块人，500块，7个客人而已，2个，我加2个，我加2个，最后3个，最后2个，我加个几个，500人，不是1000个，500，有了吼，来包，这都是了头家，这就真正是了行情头家。这六块要买500块，买1000块就要无底买啦。来500块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有啦，无紧啦。食了好食，再过来买啦。但是这要达到有啦，要达拜来，你拢会有好行情啦，无可能啊。我突然想到吴小刚，来500来，就是都来，每个礼拜都来。那我一定有拍过他，我一定有拍到过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来，最后两盘啊，一盘500块哦，不是1000哦，来500块，最后两位的行情。我爸后来没被了吗？来啊，我要老了，来一块啊，一块飞机饼，啊一块飞机饼，好来，阿哥要吃鱼卵，啊还要吃什么来？你们讲话来，大哥你要什么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过来哦，你来进行包围，请看双方。今天啊，多少美女啊？哎，同学了，没人问啊。你要排列的是吧？来这个，看看。有什么排列的吗？猪排、什么鸡排啊？什么？哪位？黄粉鸡腿排。哦，猪排要猪排。猪排好，黄金猪排。猪排啊！一斤装备多少嘞？有气势不？我气势啊！你们气势怎样？你们气势我还够啊！好来，继续。还有什么？来，鱼卵拿过来，每天有加鸡腿来，要吃鱼卵的500块来，500块没有几个客人买得到鱼卵。大条，跟米包好，要不要？哇，哪里啊？好。来500块钱，500块。阿杰嘞，谁阿杰嘞？500。三克嘛，500，差不多。两位。你今天啦，人是真正三克啊，500块都买不？我是了后辈哦。你都无搞，买几个？你都买三克。三个。
迄人红一个头家看到后山，敢敢给我卖？四个了吗？去收啊！到材料去收啊！你收啊，就把它生出来。来，先。不是还有一箱烟吗？对啊，刚才还有一箱。刚才有一箱。对啊，不过只收一箱。可以下别的地方吗？一定要下吗？咸猪肉还有吗？有啦，是吧？对啊。八条。这能八条跟米吧？对哦。啊，这样。一条小，一条小，细条我拍来。一条不到一百咯，这边两个人给。这是五条，这是六条。六条啦。一条百五来顺，才九百，我卖你五百了。七个。干脆就这样。五个。七个嘞，你死，吓死我了嘛！来，七条客哦，你七条，我你吃一礼拜来。准备洗澡。五百块了。来。进来，吓死你了嘛！来，谁的？热小姐。哎，你给我告我。再给你告告了，我都敢讲吓死你的嘛，这个小姐。哦，因为你是真正。钱无收了，都难过。哎呦。收收，你讲你做啥好人？哎，你好人啊！来，小姐的，来前面小姐的，她点的，她最后一个拿，非常不错，非常模范。来，帅哥，我包来。我处理了一条片。哦。把小龙丢掉。小雨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是橘色旁边绿色少一个？就三条。哦，没有啊，绝对没有少。红鱼有，还是要点红鱼。来，咸鸡吧，哥，剩两百几条啦。好呀嘞，好呀，谢谢买嘞。哦，两百几条。咸鸡啊，我刚刚给你啊，咸鸡吧，好啊。啊，那个火粉鸡腿排上来了吗？来吧，就让他上来吧。先出了没有？我在标记啊。300块的哪里有？来200块来。哎，能不能喝一个？能没？啊，加回不？我吧。哎呀。来，我包一条。我写的哦。啊，我得加多少银子？我等。来，我不退。我吧。啊！要叫你走，你干啥？啊！我明明先无人。我听话，我大声嘞。你小姑又没来，我问你是九岁啊？我不要旁边躲啊！那那个不要看，来快点！来，阿黑龙阿哥过来，来，快忙碌鬼，忙碌鬼，撸蛋撸蛋撸蛋。我爱当双飞跑黄金台，黄金妹妹一千。卖开九百大买，人家啊，我已经甲你讲，我黄鱼后个月你来，卖讲我卖你收贵哦，后个月绝对无黄鱼通卖。哪有最近常做黄鱼啥物？七月黄鱼拢做生意办的鱼啊，哦，尤其这大买哦，后尾只来卖买一千来500块。500块。对，较紧黄鱼。两个。七月跟我讲。两个。500块。对啊，对啊。每天讲一讲都不肯的，来背过来，来电话。我上学有写的呀。啊。不得了啊！去哪了？来对背。黄鱼两个背两下。他们叫你拜山。小雨。三海笑。我爸哥。喜欢画黄鱼，我总喜欢画几千个蛋啊。礼拜六日。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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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男友，前男友，啊，我这三十几岁，哎，五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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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百
礼拜一没有，礼拜一没有，礼拜六、礼拜日，然后国历假日连续假日在高雄的新达港，下午一点半到六点半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好，谢谢。那等一下再买喽。大哥，大哥，麻烦你排排吧，全部都排上来吧。鲑鱼好，哎，鲑鱼，你先给我排了哦。来，鲑鱼来，啊，还要吃什么来？油鸡腿。炸弹哦，炸弹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不是好吃，有好吃不？好吃的打加加。我照那个招牌哦，我照一个招牌，然后你到时候认这个招牌就好。来一个，大战火爆，好嘞，四个客人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准备，好了，没了，四个了，四个而已，不要再收钱了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我已经收了。哎呦，火爆了，这一只切开都卖200块，唔免煮啊，太甜了，咸死了。它这个摊位在路口处哦，如果你从其中一个路口没看到，你就走到走到另外一个路口，就会看到了。那如果你在路口就看到的话，就是这一摊。来，个人买无？500块。来，水饺。500块。好快啊！今天没广告，来400路。400。大哥要。真正好食，我无骗你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400块。400块，又无少，来400咯，最后一个啊，有啊，来，我给冰上回来，有啊你，来有鸡腿来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有一杯配白饭，一下赞，好了，没有，那未来好了。一人一份啊，没我爸，没细胞，有鸡腿我报备，有鸡腿最近就一只都是150起跳，哦，这样一包就是一只300克，老妹进来300，冷爸过来个200块，看谁来卖啦？有鸡腿冷爸过来啦，来冷爸，200块的有鸡腿，赶快哦，冷爸过不贵啦，给哦，来冷爸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跟你们介绍米娃娃，它是我们的正牌青蛙哈，正牌青蛙。我给你请背仔呗，你给我请。你们一人一句，跟他打电话就会忙死了。200块。我跟他200块买卖，你两斤你就已经赚到了呢。我给他吗？一斤过来，200块有几多？真正好吃。一斤过来，来啦，200块了啦，试吃给你啦，有几多？真的很好吃哦。来200块来。真正真正甲住阿多啊，即摆讲话拢好。来，我来个数吼。来，超级多。来，有鸡腿吧。来，有鸡腿。来，一个。来，200块来，上包给你。来上吧。我数还没拿货。有啦有啦，不追啦，不离别啦。再养个。还有吗？哎，是4包。对，如果多一包的话给我。来，香港观众，公主还没开始，公主有分队，你不先提可以，看你要派分队来。哎，没人分队啊，有军队呢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来，有军队拢配着没？客人配吗？请加热下，啊，你加热就很好吃了。来，200块了，算你的。小梅，鲑鱼，对吧？小啊，我还要等啊，还没等我，开始啊！稍微转一下，谢谢，没事，我转一下镜头而已，照一下左边的。来，有剧本没有了，这一箱卖完就没有了。我卖200，恁应该卖200才对。200哈，都没几回了，都没几回了。来，200人。都有了，都买到了，有鸡腿，有了，好的，谢谢。对啊，花呗，直播钱不多，直播只是主要让人家来而已，重点是影片，然后直播，但是直播下去大家比较有临场感，还会比较想。对啊，那就影片看前面嘛，看你现场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在看的差不多是这样。天哪！啊，只是因为你们可以聊天啊。卖杯500，卖杯400，野生白虾啊，来200过来，这样卖9元，200过来，快点。结婚哦，来，两红
要紧，不要紧，嘿，人家要几分钟，伊咧，哦，有啦，咱另外请坐者吼，来两百块几个币。野生白虾，超级甜，超级好吃的白虾，200块都有了吗？对了，对了，招回来。